藕粉，超级爽啊！来，这个芋圆是我自己做的，然后我就把它在这里给你们看一下。然后我这个是加了一点红糖，然后你们不想加的话，它是白色的。那它的糖分也够了，它糖分有20%的糖分，做代餐啊什么都可以啊。晚上你不想做宵夜的最好，然后早餐不想煮了，烘焙给小孩子吃。爽到爆。就是这个味，点赞的呢。